新村，那我们美华新村有45户居民。我们今天会来到内政部，是因为3月25日，内政部答应我们要退回重审的公文，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只有在新北市的新闻稿里面看到新北市的回应。但是他这个回应跟过去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第三次来到内政部，我们要强烈表达我们的诉求，有三个。第一个，新北市政府说要把合法住户用个案变更的方式排除，但是一定要在公告之后，也就是说案子通过了，再过2年再启动个案变更方式把我们排除。但是我们不相信他这个说法。比如美华新村在都市计划里面有一个主要道路会贯穿美华新村，这个如果没有修改都市计划，单靠个案变更是没有办法排除的。所以我们要求内政部退回重审，新北市重新修改计划，把合法住宅一定要在公告前排除，这样才是保障人民的居住权。3月25号，新北市政府地震局有在新闻发布，有讲到美华新村，讲到庄雅厝，那讲到辅大商甲商城，到时候以公告之后才会个案变更，就独独把我们三泰路给漏掉。那很明显，我们三泰路在去年开始都持续的陈情，持续的抗争，可是新北市政府还是没有重视到我们三泰路居民的心声。新北市政府这个计划案没有必要性，没有公益性，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急迫的要来公告，但是我们却很清楚的知道，台湾现在的经济景气已经这么的惨，还要拆6000家工厂，造成上万名员工失业，家庭无以维持生计，造成社会的恐慌悲剧。我们希望内政部可以听到看到，都市计划不是要让人民流离失所，我们希望内政部能够退回这个漠视人民生存权、工作权的都市计划。如果内政部没有这样子做，我们一定还会扩大号召，不惜拼命流血抗争到底。反对草地坪，退回计划书，退回计划书。反对草地坪，反对草地坪。我要居住权。针对整个市立重划计划，是上次是有预审过哈，那大概会上新北市政府也答应，要针对原有聚落部分会排除，那因为他们一直强调说整个都市计划已经检讨了7年了，他们是希望说透过先公布以后，然后再马上启动都市计划个案的变更检讨，
哦，大概是这样的方式。那当然也会针对工厂，也会针对工厂会给予安置拆迁辅导。我们不要公布啊，为什么要公布？为什么要公布？这个我们就不要抢了，我们不要生存了，骗人的啦。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什么？新北市说，好，我会排除，但是要在公告实施后，湿地重划案整个核定公告实施后，他才要来个案变更。那我想要请问，比如说美华新村，或者说有一些聚落，它就是主要道路直接贯穿，你个案变更有办法做到吗？那你公告实施后，很明显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去规范新北市政府来做到他的承诺。现在你们就可以做的就是现在退回重审，那你们有办法吗？你们也可以逐条针对三个说你们到底可以做到哪些东西。工厂无缝安置，这是新北市政府他们有这样的责任，他们会上也有这样答应，会在演你更妥当的。政府就是政府啊，政府都是政府的。还有跟北部演你的方式是什么？演你的方式是什么？要多久？我跟各位报告。他会不会是重划案公告实施后，他都还没有演你好？因为他这个演你不是退回重审的情况下，他可以在程序继续推进的情况下说，哦，我还在演你。那到时候这些工厂这些在地商家他们的工作权怎么办？这一部分我们大概也听到你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在4月14号下礼拜四，我们下礼拜四4月14号会再要求，也请新北市政府他们相关单位在开会研议，针对细节部分你们的诉求，我们上次大概有听到。我们不要再开了啦，我们不要开除就好了，开除就好了啦。对，好。好，各天都加了，你老板就连加了海叔叔。下礼拜，各天下礼拜有一个海叔叔，五个人，啊，就一些，能不能承诺？我们不要，能不能承诺嘛？你要先要承诺啊，诺解上嘛，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好，大家，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承诺了，我们下次不会再来嘛。第一个，我们觉得开会。邀请我们去 OK， 但是一样这边的三个诉求要给承诺。第二个，那下礼拜我们去开会要开放多少人让我们进去，它的形式是什么？为什么影响在地那么多人的一个会议却没有办法由居民由业主自由的参加？所以假如你现在没有办法明确的点头说这三个居民原地排除、工厂无缝安置、公民参与规划，你没有办法给承诺，我现在就帮你打叉了，是不是这样？你有办法现在给承诺？我刚刚不是一再强调，要原居民既有的聚落要排除，这也是新北市政府他们在会上同意的、答应的，那工厂的拆迁安置也是要新北市政府，我们要求新北市政府要落实来规划。你怎么下来了？你怎么承诺你要下来？如果这样，我再没办法跟你们沟通。内政部就是内政部是新北，是都市计划的上级机关。退回重审计划书。老毕的内政部，他为什么把？